哦，啊，该去做发型了。哦耶！魔幻车神出动！耶！呜呜！朋友们，大家好，凯文和游戏，我是凯文。今天呢，我们要拿着。魔幻车神 EX 套装 Booking Unique 套装 The Last Mission 套装一起玩一玩哦，那么我们一起玩吧。那么奔跑的车神魔幻车神 Go， 三个套盒中我们先打开凯文觉得最可爱的 Special 迷你套装吧，来打开吧。箱子里面有这样的 Evan HG，还有 Terry， 还有 Carry 装在里面，还有白色的 Chrome， 橘色的 Pom 在里面哦。今天呢，我们要打开 Throne 看一下。朋友们，你们还记得上一次跟凯文一起玩过 Throne 吧？要在 Throne 的中间部分插上这个陀螺之后，然后折叠一下吧。大哥，折叠完毕之后。转动陀螺，这样，直到拧不动为止。然后朋友们要最喜欢的环节来了，三、二、一，魔幻车神出动！呜！哇哦！哦，本来凯文今天不想撕开卡片的，但是突然看了看，还是把它撕开吧。哦，是阿拉给 Ice Free， 朋友们也都知道凯文非常喜欢这样闪闪发亮的卡片。哇，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哦。这里 Clean， 这 Clean 是白色的版本的，显得更帅气哦。来单独玩一下吧，这个做一下吧。魔幻车神出动，哇， Clean White 变形后很像白虎哦。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下 Palm 吧。魔幻车神出动，哇，凯文呢还是觉得这个白色版本更帅呢。那么接着打开下一个盒子吧。福卡特利普，这一个套装里面有呢。不过呢，在这个套装里面，比起 VR， 凯文更喜欢这个，就是 Mini Nucky 粉色版本，拿出来看看吧。天空的支配者，可以从汽车变形为帕加索斯，哦 ，Phoenix， 哦，上面呢有黑色和金色的样子哦。三张卡片 ，Burka 是第二季当中三个新角色之一哦。朋友们，我们从 mini 粉色版本开始吧，查看它的属性。哦，哇 ，Blue Land， 接下来是哪一种属性呢？是黑色和金色之间的。哦，凯文猜是不是 Black Mirror 呢？哦，这个也是 Blue Land， 蓝玉界。下一个，哦 ，Vika 也是蓝玉界。今天凯文要玩的三位朋友全部属于蓝玉界呢。接下来呢，我们把它变为车的模式吧。朋友们，这样做的话没办法合上门。一定要把手这样折进去才能合上门哦，盖上去就可以了，然后把门锁锁上就可以了。这个 Phoenix 呢，要把脚步折叠进去之后合上盖子的话，哦，完成。这次呢要变形女孩子们所喜欢的 mini 粉色版本了，这样把头缩进去，折叠，折叠，就这样。朋友们，粉色的 mini 要变成为粉色的飞马了，你们很期待吧？凯文也很期待哦。
要开始了，魔幻车神 Go！ 哇哦，变成飞翔天空的 Pegasus 了，这还有起脚。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Phoenix 吧，魔幻车神出动。哇，不要问，出来的是黑金的 Bix Mini Card 耶。哇，最后我们赶紧做一下这个吧，魔幻车神 Go！ 哇哦，哇，这个陀螺转得好有力啊。朋友们，这箱子里面还有一个玩具，那就是是 Mega Scorpion， 马上打开盒子吧。哇，朋友们，先把它变形为汽车模式吧，来看看它的威力。Mega Scorpion 完成。朋友们，这个不是通过卡片变形的，你们也知道需要什么吧？没有错哦，就是用这些 Tiny Car 让它变形的。把这个 Mega Scorpion 的盖子打开吧。咻，现在把它变形成为 Tiny Car 吧，魔幻车神。3, 2, 1，魔幻车神 ，Go！ 哇，耶，哇！朋友们，把它变成为魔幻车神之后，凯文突然想要更大的玩具了呢。期待一下这个盒子里是什么呢？那么打开下一个盒子吧。朋友们，凯文在哪里呢？哇，这个箱子很大很大，把整个凯文都挡住了呢。那么我们打开箱子吧。这个呢是 Pink Onyx Plus 套装哦。这个是 Booking Union 套装哦。哦，从里面跑出了一个玩具。哦 ，Booking， 你的性子好急啊！里面呢还有 Booking， 哦，真 Tedo、Thanatos， 还有 Megatris 哟。箱子的主人公是 Booking， 所以先打开 Booking 吧。那么把两台车同时变形吧，一起喊吧，高声叫喊，魔幻车神 Go！ 呜哇！真的好帅气哦！还有一个没有打开的玩具，那就是真玩一玩 Mechatronics 哦，变形为汽车模式吧。往下放，贴在下方，然后呢，哦，最后把这个盖子盖上的话，完成。朋友们，那马上变形吧。蓝色的 Megatex 通过 Poking， 蓝色陀螺，咻，发射出来的话就完成了，要开始了，魔幻车神出动！哇，哇，哇！哇，朋友们，发生了让人惊人的事件，蓝色蓝色蓝色竟然又出来蓝色的 Pink 卡片了。哇，朋友们， Pink 的力量真的很强大哦。哇，刚刚发射陀螺的时候也很强大。那么这个 Volca 对 Poking， Poking 对 Volca， 我们做对决吧，比赛 Go Go！ Volca 对 Poking， 利用这两个东西呢来做一下对决吧，来开始吧，大战开始，魔幻车神出动。哇，哦，都通过了，但是一个陀螺停下来了，一个陀螺飞走了。我们再来一次吧，魔幻车神 Go！ 哇，也太帅了吧。比赛结果是平局哦，今天比赛结果是平局。朋友们，今天可不拿到这个魔幻车神的三个系列套装玩了一玩哦，下次呢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回来哦，一定要记得点赞哦，朋友们再见。